跳挡下，所以不会跳。哦，出来了！蛋，不一样，最大就这样。来，干嘛？我进去抽会不会爆炸？应该不会。不会爆掉，不会。现在我们看到气球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越来越，因为罐子里面的空气都抽光，都渐渐的抽走，所以罐子里面是低于大气压，它是负压，它是负压。那气球里面是高于大气压，所以它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。那压力比较大会想要往压力比较小的地方跑，但是它又被包在里面，它跑不出来，所以它只能把自己胀大。所以在有一个密闭式的，有一个封闭式的，它会有极限吗？如果有气，就是它会抽到一个程度的大小。那你如果把气在气球里面放到这里面，气球里面所有的气体都会沿着那个洞被抽走，它就会收缩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在做一些实验的一些改造，抽抽棉被，动作快啊，说它动作快啊，快，你知不知道？里面没有一个独立式的，它的应该也是。